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纵观 Podcast 的好朋友——奔山野狼阿拉萨亚喽。耶！欢迎来到第四季的第十六集。没错。呀，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是每周都在给人惊喜啊。原本说这周想要来聊救火，对，但是呢，就在讨论的当下，对 ，Green 表示今天工作真的是他妈的太累了。没错，没错，就是我已经不想要再下班还要再聊这个事情，我真的会想死，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聊聊别的事情。虽然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两个旅日的台湾上班族 对的身份来聊各种事情，但今天呢稍微转换了一下身份。对，今天呢在麦克风前面的呢是两位入行十个月的菜鸡播客创作人，对，我们就是个小菜鸡。然后希望今天呢想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应该说有一个活动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联想一些发想，然后想要借由这集节目跟大家分享。结论来说呢，就是 KKBOX 举办的投票活动，然后我们对这个活动有更多的联想，然后甚至 Green 呢跟 Dennis 想要办一个就是金披奖。你一开始就先开门见山。我要先爆雷，对，但是开门见山，我要说的是我没有想要跟你办啊，你可以自己办，我觉得办得好累哦。骂骂骂，反正我想要说的是，这个很累，今天讲这个话题，其实对于奔山野狼听众会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那除了可以一窥就是平常创作者都在想些什么之外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这个想法。所以如果你是下列这三种人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停下来把这个节目听完。哪三种人呢？哎，第一种，行销圈缺乏提案的人们。各位，我知道 想提案，然后想那个就是给业主的一些方案都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会给一个完整的想法，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拿去用。第二个，各位 Podcast 的前辈先进们，就是包含平台商然后后台商以及就是专门在提供串流服务的各平台们，就是包含像是我们所使用的 First Story 啊，或者是Sound On 啊，或者是一些KKBOX 啊，或者是就是各位有意愿然后有能力希望能够来举办活动的人们，都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听这集节目。其实 First Story 被 KKBOX 收购了啦，所以他们两个是同一家同一个。哦哦，太好了，对好了，对对对对，好做事好做事，对。这是第二种人。那第三种人呢？第三种人呢就是办奖项最需要的那种人。金主吗？有钱又有能力的金主。对。没错，就是这是一个我们的想法，一个做播客十个月，然后每周固定两集，然后每天都和听众互动的两位创作者的想法。那就是不管你是谁，你认为这样的想法有兴趣或者是觉得有可行的话，欢迎拿去使用。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每周跟听众互动。互动。这个是客家腔。屁咧，你不要乱讲话。米粉米粉。好啦，那一开始提到说 KKBOX 有举办了一个投票活动。嗨嗨。他的名称叫做 KKBOX 风云榜 Every Voice Inspires， 每个多元的声音都可以启发人心。没错，但其实这个投票呢，它是给 Podcaster， 就是你必须要在 KKBOX 有提交你的连结还有信箱认证的创作者才可以符合投票资格。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已经算是有比较偏向小众节目的一个做法了，因为如果你开放全听众投票的话，对，基本上就会是排行榜的前十名，因为他们的听众最多，那奖项就会全部给他们包走。没错，就会变成大者恒大的现象。他就有先做了一部分的就是希望只有创作者来投票，那可以提名比较多中小型节目，但是
以结论上来说，它还是比较属于排行榜前几名的节目在上面做竞争了。没错，没错。对对，但一开始虽然有做这个动作，但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效果。接下来跟大家大概解释一下，它里面有哪几个奖项？它有最佳节目主持人奖，嗨，最佳节目奖，还有最佳新进节目奖，嗨嗨。刚刚有稍微提到说排行榜前几名的包含了所有的奖项，所以其实不管是最佳节目主持人还是最佳节目呢，都是我们平常可以看得到的所谓的三本柱啊，比如说古癌、百灵果、瓜吉，这些比较大的节目居多，还有台通。对，这类型的节目基本上不需要奖项的加持，也已经受到足够的目光的沐浴。有稍微有一个比较新鲜的奖项是那个啦，最佳新进节目奖。哦哦，但我觉得其他这个标准也有一些蛮好玩的地方，就是对大家也知道，从2020年的3月、4月开始，才开启了所谓的 podcast 的风潮嘛。对，算是正式开启 podcast 元年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大部分的节目其实都未满一年，包含我们自己节目也未满一年。没错。那你这个新进节目的它的取的时间是要多新？对，所以其实一个蛮微妙的一个地方，就像是柯南在说我小时候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对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啦，最佳新进节目里面的节目呢都比较没有在排行榜 前面这样子。哦，所以已经就是开始有一些努力在让一些中小型的节目进行曝光这样。这部分有稍微努力一点，对，他可能就故意把这个部分抓出来，那希望能够曝光一些比较没有在排行榜上前十名的节目。なるほど、なるほど。嗨。但是稍微还是稍嫌那么一点点不足的感觉啦。嘛，第一届吧，对，难免难免，对啊。所以其实就像 Dennis 说的，其实你很努力在推小中小型的奖项，但其实浮上最后浮上台面的大部分还是一些排行榜非常前面的节目。对对对，比方说古癌、百灵果，或者是唐立奇、唐扬基、唐扬基酒屋，他在新进节目里面哎、欸。对，那这些人其实已经自带流量，所以他某种程度上其实算是进来搜刮奖项的感觉。对，奖项他应该要给更多值得被看见的人，这一点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可惜。那这样讲的话，其实各位听众可能会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就拿各位比较耳熟能详的金曲奖来比喻一下。我稍微补充一点，我们并没有说他们做的不好，他们做的很棒，他们节目也对对对，是我们很常在收听的节目。没错没错，对。那或许这是第一届才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第一届出现了这样子的现象之后呢，或许之后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让这整个奖项变得更好。对，没错。现在的战况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在看金曲奖，对，然后就是基本上什么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编曲、最佳 MV 导演，然后最佳专辑、最佳年度风云歌曲之类的，全部都是周杰伦跟蔡依林那种感觉。或是比较主流的歌手，如果用比较五月天，或者是王力宏、陶喆之类的，对，王力宏、陶喆，对，当然不会不好看哦，不会不好看哦，没有说专辑不好，他们都很棒，对，都是他们都是顶尖的音乐人。那现在在奖项上面，这些候选人跟入围者都是非常顶尖的播客创作人哦，都是非常棒的，对，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哇，难得有这么棒的音乐公司，音乐串流服务的公司愿意来举办这样奖项，其实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更多中小型的节目被看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Green 就有个想法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金批奖？对，就是一个地方奖项。其实大家都知道，金曲奖是台湾音乐圈的年度大盛事，也就是他来借由评审团，然后进行一整年发行下来的专辑，然后根据每个奖项用不同的标准进行投票。
那藉由金曲奖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他可以选出非常优秀的年度专辑，一些优秀的音乐人。那其实在台湾的音乐圈呢，其实在镁光灯以外的地方，其实也有许多奖项正在进，每年都在进行。其中一个就是 Green 跟 Dennis 都有参加过的奖项，叫做大专院校吉他邀请赛，大学院校校际吉他音乐邀请赛啊，对对对，感谢感谢，简称大吉杯。这类型它其实大吉杯它就是一个类似金选奖，类似这种校园或者是校际之类举办的比赛，所以相对于金曲奖来说，它就算是一个比较 local 比较地方的一个小奖项。对，参加的金曲奖参加的人都是业界有发表过专辑的人。那地方音乐奖项像大吉杯所参加的呢，通常都是吉他社、大学吉他社，或者是学校一般学校的吉他社。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听过大吉杯，就算他们是吉他社，可是因为这算比较南部的啦，北部算是金选奖，它算是台湾大专院校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比赛。对，这是政大金选奖。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小联盟。对对对，南部算是大吉杯，那北部可能会是金选奖。其实像金选奖很多歌手都是金选奖出来的。对对对对，包含陈绮贞啊，还有已经过世的那一位唱那个什么 Say Goodbye， 我想不起来。哎、欸，你这很过分哎、欸！干，你道歉，救一下，救一下，先跟各位做道歉，对不起，忘了。张雨生，对，张雨生也是政大金选出来的。你不要给我在那边对的理所当然。我记得还有那个啦，陶晶莹。陶晶莹那个时候是跟张雨生一起出来的，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你看张雨生、陶晶莹，然后还有像陈绮贞，他们后来不管是金曲奖或者是金钟奖、因为陶晶莹后面转主持节目了嘛，转战主持，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后来的发展，就算是起身一开始的起点是地方音乐奖项，他到后来还是可以到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奖项进行竞争。没错没错，我们认为其实播客圈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协助更多的创作者踩出第一步。就可能如果以人气来说的话，这些节目的确非常好，非常棒，非常人气，那或许可以有另外一个比较 local 一点的小奖。没错，然后做一些比较可能不适合，也不能讲不适合放在台面，应该说比较好玩的一些变动，还没有被放上台面的事情。哦，我是说奖项的设计啦，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设计啊。啊，对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如果有些东西是比较不适合放在很大型的票选活动里面的话，也有可能可以把它放在这种小地方奖里面。哦，我们刚刚想了，其实想了不少有趣的奖项，对不对？对对对，来来来来，举例一下，举例一下，比方说啦，大家比较不熟悉的，比方说最佳社群贡献奖，这个可能就是一般的听众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对，在想法的上面，可能如果以专辑，就是金曲奖来比喻的话，他可能比较不是歌手，他可能是后面的制作人，对的感觉，制作人或者是什么编曲，或者是后制混音专辑制作的那种感觉。对对对。那在播客界的话呢，中文播客界里面，其实比方说我们的好朋友，比方说杰西大叔啊，或者是鸡蛋糕啊，他们都是为这个播客社群一直进行贡献的人。还有比较像是有趣的奖项，像是年度流行语大奖。哦，就像日本会每年会选流行语这件事情一样。对，年度播客流行语大奖听起来就很有趣啊。我觉得最有名的两个流行语应该会是那个啦，鲜虾艇第一届金披奖。年度流行语大奖入围的有台湾通勤第一品牌
鲜虾艇，古矮啊，古矮，五星吹捧，感谢主委放福利，五星吹捧吹起来，感谢主委放，吹到你，吹到，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奔山野狼阿拉萨亚洛，呜呜呜呜呜呜，冲击平原。第一届年度流星雨大奖得奖的是奔山野狼阿拉萨亚洛冲击平原，谢谢大家，谢谢。哎，会蛮好玩的，很想要拿到奖哎，就会蛮好玩的。对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奖项啊。对啊，它就不会只是人气而已，就是年度流星雨大奖一出来，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它不是谁得奖，你知道吗？是那个候选名单，我真的很想看到底入围名单有哪些，然后去找那些集数出来听，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吸引的点，就是啊，对，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爆点之后的，对对对，会去把人潮带去他们那个节目，你搞不好因此就是会明白哦，原来他们在笑这个东西，哇、哦，这个节目好有趣，或者是那个节目很有趣。其实，在这个奖项真正受益的人不仅仅是获奖的人，其实入围的名单、候选的名单，这些人都可以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奖项，能够扩散自己的影响力，然后吸收到更多的人，然后听众也可以去听到哦，原来有五星吹捧跟鲜虾艇，还有冲击平原之外的笑点可以选择。笑点之间可以讲的，没错没错，趁机自如有没有？就是进行交流，奖项透过交流是最可贵的事情。真的真的，像每年我还是会去看金曲奖。我就会透过金曲奖去看说啊，原来有我没有注意到的专辑，原来有我没有看过的这些音乐人，他们都很棒。新的音乐人现在在流行的是什么，对，或者是你在看日本的那些流行语，我们虽然口上嘴巴上面都说啊，我们真的都看不懂那些是什么，但是其实当你可以和年轻人的文化进行交流的时候，你也可以随便顺手拈来讲哦 ，Kun des magi yabai magi manji 的时候呢，某种程度上你也在参与这个时代的演进，是没错了，但我觉得还是有点太那个哇嘎莫诺，就不太会用这个词嘛。这个就是年度流行大奖，然后还有我们还有聊到什么东西，刚刚是比较好玩的部分，那比如说比较认真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像啊，最佳语言学习节目奖哦，这个就很多，因为我们也有不少就是同样是创作者的朋友，他们其实很努力的在做语言教学。对，比如说这样教英文的、教日文的，甚至还有教小朋友说中文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都可以去做分类，或者是最佳节目音效奖哦，对，因为有些播客是没有加入音效的，没错。古癌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讲话，他嘴巴自带音效啦，对，他嘴巴自带音效。我个人觉得荔枝小酒馆的音效我就觉得做得很棒啊、哦！你看像我就没有听过，那像这样子被听这样、被如果他们入围，如果被介绍的话，我就会特别的去找他们的节目来听。他们的前面开头啦，中间是没有音效，可是他前面开头有。然后比如说深夜马戏团最佳 intro 奖啊，最佳 opening、最佳 outro、最佳观众互动、最佳有的没的。像最佳 intro 就可以像比如说动漫的 OP 啊，对对对对对，这样也很棒啊。而且你知道，如果你 intro 东西出来了，或者是你的语言学习东西出来了，其实奖项它真正的用意呢，其实就是在明定规则啊。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对，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讨论。然后还有一个奖项是我们其实很想要聊的，就是像那个我们节目应该会入围的，很敢讲啊。我们刚刚无聊乱想的最佳干话闲聊节目奖，没错，第一届金披奖最佳干话闲聊节目奖入围的有奔山野狼阿拉萨亚洛，我觉得台通也算是了。对，就是当你这个奖项一出来之后，它就一定会有评选标准。所以比方说我们要怎么去定义什么叫做好听的干话节目，认真的内容它一定会有它的
受欢迎的点嘛。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显学之后出来之后呢，干话这件事情它就不会是干话了，它可能就变成一个专门的一个领域了，就变成比方说杂谈子，我这个杂谈这个好像也不太好，但就是对闲聊讲之类的，它就变成一个专业。干话会有分啦，比如说十八禁的干话，还是普遍级的干话，或者是对这个干话带不带脏字，就是其实我觉得干话不一定要带脏字。对，其实有些人对于干话的定义可能不大一样，但我就讲解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定义。对，就是讲一些比较无所谓，可是就很北七很北烂的话，然后听起来很好笑。可以把事情讲得好笑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跟怎么讲事前的安排，然后有可能是才能，有可能是安排，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如果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那么轻松的话，其实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显学，然后被珍惜。我觉得变显学这样好吗？这样大家就可以有目的的去学习，我们节目就要失宠了。没关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办那个，我们就专攻那个年度流行语就好。嗨，这个是奖项，然后就要提到下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有办了奖项，然后这些奖项都很有趣，然后它的规则都出来了，哦，那听起来都是很顺的，对不对？但是我跟 Dennis 发现，我们又遇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新兴产业，我觉得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没错，谁要当评审，或者是说谁有资格当评审？没错，目前金曲奖呢进行的评审团，他们的组成通常是一些音乐杂志的编辑、音乐串流服务的编总编、音乐总监，然后或者是一些业界人士，比方说录音师、专辑制作，或者是唱片的一些资深的从业人员等等等等。但是因为现在 Podcast 距离兴起也才不到一年，对，所以你要找所谓 Podcast 业界的资深人员的话，其实就只能找那些很大节目或者已经经营很久的节目的主持人，他们在这边经营了很久。可是换句话来说，就会变成是球员兼裁判，而且人数稀少。没错，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不那么公正的一个评审方式。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经营播客这件事情，身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播客而已。其实一个播客节目它有非常多面向，包含节目内容的剪辑。嘿嘿嘿。那如果要评论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邀请音乐圈的专业人士，比方说录音圈录音的制作后制老师，或者是一些音乐相关的人都可以，或者是带货能力。你在开脸书直播带货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这个紫水晶限量的高磁场紫水晶5000要不要？不用。这类型的，他其实可以去找一些行销业界老师去分析，或者是去定出一个评选标准。或者是可以邀请一些已经有固定在挹注广告经费给播客圈的一些业主们啊，他们一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吗？没有，我觉得带货能力有点太现实了，毕竟大节目的带货能力就会最强嘛。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呢，也可以从评选标准进行设计。嘿，比方说我们可以根据节目base分级，比方说大型节目的带货能力奖，中小型带货能力奖，你懂吗？对对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你提到规模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大中小联盟之类的去进行分群。嘿嘿嘿，嗨，这个是带货能力。然后下一个是在做播客的时候呢，其实呢社群经营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比方说你看有没有每天早上问安讲，又在自肥了。对，所以社群经营这方面的话，就可以去请教一些，请一些比方说专门的媒体经营，或者是一些像是电商人气，他就可以过来做评审，有没有
啊，对，或者是像志祺啊，或者是像社群动的一些就是行销业界的朋友，自媒体圈的朋友，对对对， YouTube 圈的朋友，对对对，创作人朋友，其实都可以。还有最后的就是节目制作，节目制作的话，其实有趣程度其实可以就可以邀请像电台、电视圈或者是广播圈之类的都可以。因为其实 Podcast 现在属于一个新兴产业，会进入这个业界的人其实很大一部分在原本自己的领域里面都有一定的能力了，然后之后才加进来。那不光只是在经营节目上，在选奖项，在举办一个大奖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不光光只是有所谓的最佳节目、最佳节目主持人，同时也可以引进各大业界不同的概念，去增加其他的奖项，就如同前面讲讲的剪辑、社群行销、节目制作或者是流行语等等的，都会更让这个奖项更添加风采、更有趣。对，而且这个东西一旦曝光，一旦有奖项，一旦形塑出了规则标准之后呢，其实专业分工就会出来。专业分工一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开始明白这个业界谁厉害，或者是该去问谁，或者是该找谁。这个也就是可以连接到我们想要办这个奖项的一个创作理念，最根本的理念。因为为什么想要举办这个金披奖，它其实它最根本的理念就是，我想要办一个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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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奖项，不是双赢，是三赢就对了。没错，我们想要办一个三赢奖项，是哪三方呢？首先第一个 win 就是播客创作人、节目主持人、节目主持人，没错，有在进行创作者的朋友，对。因为我们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创作人都非常努力在经营自己的节目，没错没错，而且都是比方说是业余时间，然后自己的休假，我绝对没有在说我们自己啦对，大家都是分割自己的时间在进行这方面的创作，所以我希望能够办用这个奖项，能够让大家能够吸引更多人，然后进行更大型的曝光。没错没错。第二个 win 是听众，我们把这个概念就想成是金曲奖好了，我们可以透过年度新人、年度歌曲，甚至是一些奖项，去感受一下今年的社会脉动，或者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奖项去认识到更多更有趣更好的节目。没错，所以奖项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是一年的回顾，甚至是一个整理，它可以把每年在有趣的节目或者是被更多人喜欢的节目把它选拔出来，然后推荐给更多人。所以听众呢，他就不会只有永远只有在播客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或是 KKBOX 上面的榜单上面那几个熟面孔去选，你可以从今年的获奖奖项的节目开始去着手发掘更有趣的中小型节目。那第三个呢，最后一个奖项就是支持业界推进的金主们，因为有了这个选奖平台，他们也同时可以有一个曝光的机会。对，其实金主他们其实希望能够选择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项，比方说如果我们有最佳社群贡献的话，那这些人其实他们就可以变成播客界的专业顾问。对对对，所以如果这些业主有什么想要问的事情的话呢，就可以去请他们，比方说进行产业报告，或者是这一年的某些数据的分析，甚至是制作教学都可以。那如果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带货能力的话，他们就可以进行参考哦，原来现在在名单上面的是这些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接洽。或者是中小型，比方说如果有人想要聊旅日、对求职的话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想到有一个节目，好像有一个节目，对，好像是两个旅日工作，而且在日本求职过的两个，好像是男生吧，男生的双人组的节目，好像是那个好奔什么啊，奔山野什么东西的节目，对不对？我好像听过的节目，不然我们就去找他们合作好了。对，他们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投入，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节目小嘛，所以我们报价也不会太贵啊。
就是大家可以有自己更多的选择可以选，我就觉得这个奖项它就会非常有意义，它就会形成一个 win-win-win 三方均赢的一个局面。所以结论来说，嗨，我们欢迎并且跪求各大公司们、各大业主金主们可以把这个 idea 拿走。不管你是行销圈今年缺业绩的朋友呢，缺提案的朋友呢，或者是你是平台商、音乐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或者是串流服务跟音乐产业相关，对播客有兴趣，对播客想要从事更多的事情，想要投入心力的人呢，或者是你刚好有钱，你刚好想办事情的，你超级有钱，你钱多到没地方花，但是我就是想要做点事情，搞一些风头的人呢，欢迎欢迎欢迎，把这一集的 idea 拿去使用，真的，我们怎么讲，无料授权开放。但是啊，唯一有一个小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拜托一下，那个年度播客流行语大奖，请给奔山野狼的冲击评员。可以不要冲击评员吗？我们可以来一个什么啊？生活美学之睡前放松啊！对对对，睡前最好听，最佳睡前题，睡前节目。干，欸，很期待耶！这一个会是一个方式啦，毕竟现在的 podcast 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演算法，把中小型的节目去做一个放送推播出去。对，它的其实还算是新兴产业，所以标准不明，然后受曝光的方式也有限，然后商业模式也没有被正式的确立。对啊，对啊。那但是换句话说，这类型的新兴产业，它的最有机会的地方就是它潜力无限，而且谁能够先把这个东西办起来，谁就是市场规则的定定者。好像是耶，Rule Maker， 我就是规则制定者，之后的人我们就是播客圈的华尔街。所以对啊，期待啦，我真的蛮期待，如果之后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可以发生的话，应该会蛮有趣的。没错没错，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以一个播客节目 podcast 节目主持人来跟大家聊的事情。 对，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现在听的节目是奔山野狼阿拉萨亚洛，那是有两个旅日的台湾人从去年的四月开始录制的一个节目，我们是一周双更，然后我们平常会在 IG 上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互动。那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有非常多的想法，然后在最近也感受到了，就是其实播客热潮开始慢慢减退，那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什么事情？那刚好看到 KKBOX 有投票活动，那有风云榜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非常乐见其成，业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入心血，愿意投入时间，投入人力，投入金钱，去让这个播客的创作圈更热闹。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一些想法出来。对，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想法的话，不管是想要把这个方案拿去直接提案，或者是想要来信给我们，或者是到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些你的想法的话，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对，真的是很感谢 KKBOX 愿意出来做这些事情，所有愿意投入新兴产业的业主们，我们都是我个人都是予以致敬，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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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再次感谢，然后也欢迎各位去锁定，就是 KKBOX 风云榜，这不是业配，但是其实这是身为创作者去非常非常直接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对啊 ，Hi， 以上です。你现在听到的是奔山野狼阿拉萨亚洛，然后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欢迎到我们的 IG 搜寻奔山野狼，然后就是有 Linktree， 看你想要跟我们聊天啊，想要投稿啊都可以。对，就是，应该是说到 IG 搜寻阿拉萨亚洛，然后在我们的页面里面会有 Linktree。 对，因为你刚刚说成到我们的 IG 去搜寻 Linktree，其实搜寻不到的，你手滑叫做搜寻，是不是？对对。哦，好好好好，打开你的 Instagram， 然后输入"奔山野狼阿拉萨亚洛"，奔跑的奔，
欸，不对不对，你们现在听到这个东西应该就看得到节目名称了啦，所以就是搜寻奔声野狼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点开我们的 Linktree 就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平台以及我们的野狼悄悄会信箱，那欢迎大家的意见，欢迎大家的交流。没错，嗨，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边告一段落，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纵观 Podcast 的好朋友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拜拜。